咱这个净滩活动是由咱台国际赛事会台湾总会 MD300 来所串联全国14区的区域，我们300 D1 区在我们台西梦幻沙滩这里举办，更在另一场台南区也举办一场，所以这是为环保地球、垃圾不落海洋来做一个环境保护的举动，来爱地球的一个社会服务。咱这个景点吼，就是咱的迄个后尾去出海口吼，咱这风头水尾，啊，由咱邦港安检所伫遮住宅，啊，伫遮又叫风飞沙，啊，佮咱上游漂流下来的垃圾非常多非常多，啊，咱做出了净滩活动，啊，来唤起社会大众对海洋、对我们沙滩的重视，以及留给我们下一代及海洋生物的很好的空间。啊，咱嘛希望讲借由这一次的净滩活动，凝聚我们狮子会的向心力，展现我们的及时服务、快乐奉献，实现服务的这类狮子精神呐，让我们狮子会的私有那个服务让国人看得见，也唤醒我们国人为我们的地球尽一份心力，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狮子会的净滩活动，让我们的海岸的环境环保更越来越好，也希望我们云林越来越好，台湾更好，谢谢。